Hello 啊，各位好啊 ，UP 主又来了。今天我们来吃韩国口粮里边的自热啊，这个是我从韩国代购回来的啊。上回我代购了这种自热，还有那种那个副水，可惜呢都是民版的食品啊，不是军版的。什么叫民版和军版呢？我之前也说过，比方说咱们解放军的09单兵自热，哎，就是这儿这种是09单兵自热，这是咱们部队实际装备的。而这种哎和它包装差不多的啊，也是就是那个厂家。啊，用这个09单兵自热东西换了个包装装进去，然后卖到民用市场上的啊，所以说就是一个军版，一个民用版，就是等于说民产的仿制的军用食品啊。而这个就是韩国啊民产仿制的军用食品，因为韩国对这个军品那种管制还是比较严格的啊，我还没有买到。咱们可以看一下，外形是一个数码迷彩的一个纸盒子啊，上面还有标注的韩文啊，韩文我也不认识，咱们看一看就得了。这儿有介绍啊，这东西是怎么吃的，里边有一个加热袋，一拉能够拉加热。然后这儿是开口啊，咱把这个开口哎撕开，打开之后可以看到里边一个啊，哎一些东西，包括这个白色的哎这种袋子啊，这个东西。这个东西先不要拉啊，因为它的封口是在底下啊，里边是一份它这个应该是炒饭啊，然后是放到这儿。韩国这个加热袋很有意思，它这个是已经把这个加热水啊，可以摸到里边加热水和这个加热剂已经都密封到里边，拉动这个拉环啊，就会把加热水捅破和里边加热剂混合加热，然后这个就行了啊，就可以把里边加热啊。咱们现在拉一下吧。啊，拽一下，哎，好，拉开了，来，拉开之后，哎，这个水已经破了，然后晃一晃，哎，让它在里边和里边的加热剂混合，哎，混合之后，好，哎，可以看到现在开始加热了，哎，哈哈啊，很烫，加热的很快，开始冒烟。好，咱们把这个放到边上，让它慢慢的加热啊，然后咱们看看这些东西啊，这个是配菜。啊，这些应该是里边肉丸子，哎，也给它塞到里头，来一块加热，啊，哎，好，嚯、哦，哈，这个热量还是满足的啊，你看这个，哇，呼呼的，然后哦，把这个擦一擦，还漏水，晃了晃还漏水了，擦一擦。好，咱们继续说这个，这是它里边给了一包饼干啊，这种韩国这种小饼干啊，这种饼干哎，部队也是有装备的啊，有的陆军也会装备这种饼干。为什么它装备小饼干而不是那种大饼干呢？啊，韩国、日本都装备过这种饼干，这种饼干最大的好处就是它不容易碎啊，因为它体积小，吃起来就是普通的饼干。稍微带点甜味和奶味儿，有点类似于那种婴儿食品。然后韩国他给了一个餐具，是个纸盒子，哎呦哈，好像这个是不是漏了吗？他这个辣酱漏了吗？没有漏啊，辣酱没有漏，不过你看它这个纸盒子还染上了红色，不知道它为什么还染上一角红色。这是韩国它这个纸盒子啊，这儿一扣，哎，然后这边一扣，扣住就是一个餐盒。我之前吐槽过咱解放军的餐盒漏油，其实韩国这个差不多照样漏啊。好了，现在咱们等一等它这个热好。好了，现在咱们看看它这个自热怎么样啊。哦，还打开它。首先呢，还是先把这个拿出来啊，因为它这个不接触水的关系，它上面仅仅是因为这个水雾结了一层，这个水很少啊。然后主食啊，米饭啊，米饭已经软了，看起来它这个加热袋的品质还是蛮不错的，还是蛮烫的。撕一开。哎，可以看到里边是一份炒饭，倒到里边去，
配料看起来还是蛮多的，看起来里边有一些，胡萝卜和，这是没有肉啊，就看见胡萝卜和那个玉米了。然后呢，它这个这份应该是有肉吧，不知道有没有。倒里边，丸子，看起来像是肉丸子。这就是一份韩国的自热啊，放到这儿，这就是一份韩国的自热，咱们再看一看吧。先尝一尝它这个肉丸子吧，没有几个，1、2、3、4、5，总共五个丸子啊，尝一尝。不是肉丸子，是面丸子，就是面，尝不出任何肉味来，味道微辣，稍微带点甜味儿，泡菜味儿，就是泡菜丸子。咱们尝一尝它那米饭，就是一般的那种速食的那种米饭。味道很淡很淡，非常淡，没有吃到任何油还有那个盐的味道，非常清淡。米很黏，有点糯米的感觉，此外没有任何味道。咱们来把这个辣酱加进去辣酱，韩国菜嘛，就是要加辣酱，然后四口在这儿，都加进去吧，因为这个味道很淡的。现在看一看啊，加入了一坨黑乎乎、红乎乎的辣酱，咱们把它拌饭。我不知道它这是甜辣酱还是什么酱，那应该韩国的菜应该是甜辣酱吧，还是泡菜酱，尝一尝就知道了。尝尝它这个辣酱怎么样。甜辣酱，对于咱们的口味来说这是微辣，然后带一点甜味，吃起来倒是蛮开胃的，吃起来就类似于那种石锅拌饭，韩式那种石锅拌饭，比那个含石锅拌饭那个甜辣酱要浓一些。再来一口它这个丸子，它的丸子应该就是泡菜味的丸子，因为吃的很像泡菜。很纯的面丸子，然后泡菜味儿，配这一份这个加了甜辣酱的石锅拌饭之类的东西，感觉很亏啊！这就是韩国口粮吗？好亏的感觉，没有肉，见不到任何肉腥，米饭里边少没油少肉，味道完完全全就是靠它那个甜辣酱撑起来。总的来说，这一份韩国口粮唯一的主角就是这甜辣酱，然后给了你一些这个小饼干和这个米饭来提供碳水化合物，提供一个素的丸子还是泡菜味的，让你当一个配菜吃一吃就是感觉很亏的口粮总的来说，如果你要是把它当一份这个甜辣酱拌饭，还是合格的。总的来说，吃起来蛮开胃。不过我强烈怀疑它能量严重不足。好了，韩国口粮我就吃到这儿它这个甜辣酱这个酱还是蛮好吃的，味道还是很正宗。
丸子就是纯粹的面丸子，然后是泡菜味的，然后它这个炒饭啊，强烈怀疑它这个炒饭里边没有放油啊，就是单纯的蒸米饭，然后往里面加了点胡萝卜和那个玉米啊，然后就是这个吃起来像那个婴儿磨牙棒的那个啊小饼干，嗯，微微带点奶味，甜甜的，嗯，说实话总体来说就这个饼干吃起来最顺口，其次就是这个甜辣酱，米饭和这个丸子都很一般，丸子就是纯粹就是还不如给一份泡菜，你要给一份辣白菜我觉得比这个给丸子强，嗯，好了，韩国的自热我就吃到这儿，各位祝大家好胃口，拜拜。